边提到的是重要的学习方法，因为我们前面对做中学已经有所说明，所以各位看一下大概就好了。括号一是实际活动学习法，括号二啊，112页，括号二最后一段社会参与学习法，113页是问题解决学习法。我想这三个方法差别不大，因为他们只能算是做中学的变形。做东西的变形，而且都是强调要实做啊。也就是说，同样的做东西，当他面对不同的教材的时候，他应该有不同的教法。那你们应该都读过这样的教法。当年读这样的教法的老师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原则：你不能够用一种教法教所有的教材，对不对？再讲一遍啊，就是说教材跟教法的区别，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一种教法教所有的教材，也就是说你碰到不同的教材要有不同的教法，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们看吧，如果是实作做中学，做中学在自然科的话就是要怎么样，要实验，对不对？做中学在自然科学的教法就是要去实验了，那才叫做中学。但是做中学如果在社会科，在人文科目，应该只能叫做什么，角色扮演，对不对？角色扮演嘛，就是让小孩子呢去体验。不过我对角色扮演觉得很难啊，因为角色扮演呢能够弄得成效有限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三个学习法严格说来都只是做中学的变形啊，做中学的变形。好，这样给各位做参考。好，我们这一章呢应该算结束了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下礼拜讲存在主义。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还是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因为你们对它可能很陌生。首先就是说，你要把它，这个不用超明白，都讲过的，就是说把它当成它确实是美国本土所发展出来的哲学啊，到今天它都还非常的流行。而且被叫做新实用主义啊，新实用主义跟所谓的后现代非常的相像。那如果我们要区隔现代跟后现代的话，我认为实用主义已经偏离了现代，但是还没有到后现代啊，在杜威那个时代呢，已经偏离了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就是我们想过的唯实主义，唯实主义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是以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革命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相信有客观真理啊，这些等我们后面会再提。而在定位上，实用主义呢已经偏离了那一种方式，而进入了那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什么是真善美。而到今天，实用主义呢事实上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啊，虽然它是以美国人为主，但是呢在很多别的国家别的主义呢事实上也吸收了实用主义的一些观点啊，所以实用主义呢在今天看来，它不能只是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它已经渗透到随着资本主义，随着美国人啊，已经渗透到其他的领域，其他的主义啊。所以各位要能够从实用的角度来思考来看待事情啊。当然要对他批评的话，一个比较大的批评就是说他还是过度的乐观啊。这个是 Peters 啊给他的批评，过度的乐观。所谓过度的乐观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解决啊。实用主义呢一个非常天真的预设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啊，他非常乐观的来面对这个世界啊。但是呢这个世界事实上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所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决定论跟非决定论，对不对？如果某些现象是决定论的话，那你只能够按照它来走啊，你是不可能去解决它嘛啊，因为它有它的逻辑。我们人现在所谓的解决是从人的角度啊，人可以去改变啊。所谓问题解决呢，在实用主义等于预设了人可以去改变它，改变外在现象，使它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是如果你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啊。很多问题呢有一些是决定论，我们用毛泽东的话，他讲的比较粗，他说啊，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那个是无可奈何的啊，那
二是决定论啊。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当你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哪一些是你可以改变的，哪一些是你不能改变的。啊，如果你不能改变的话，那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你也不要为这个生气啊。您刚刚不是说覆水难收吗？啊，所谓覆水难收就是。No use. No. Crying. Right. Crying for spill the water. 啊，就是说你在浇水的时候，当那个水就倒到地上去的时候，你再哭的话也没有用。啊，覆水难收，就是说今天各位要很平静啊，要告诉自己，你要很平静的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你发现你所面对的现象你无法改变，你根本没有必要为他生气嘛，对不对？你也只能够遗憾而已啊！你再去生气，再想去改变他都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啊，他不懂事，他不懂事呢，对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还在那边哭，还在那边啊气得跺脚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这个他这个人对这个现象怎么样了解有限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哲学啊，我会告诉你啊，你应该去判断。哪一些事情你可以努力的，好好去努力。哪一些事情是已经无可奈何的，那就由他去吧，啊，由他去。很多事情不可能如人意啊。好，这提供各位做参考啊。当然，另外一个了啊，在批评上，实用是很难界定啊，因为实用的效果，也就是说所谓的效果，如果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未必有效果啊。也就是实用主义，当他宣称说他把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到底是不是真的解决？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恐怕未必，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实用啊，在界定上是会有争议的，啊，常常可能只是暂时解决，而不是真正的解决，啊，没有说我们每个人都对于问题的解决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有没有解决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有争议啊，因为你只要把时间拉长，恐怕都不是真的解决。好，今天到这里 ，OK。来看的话还是有争议啊，因为你只要把时间拉长，恐怕都不是真的解决。好，今天到这里 ，OK。